近日，摄影师在机场偶遇到了前来的陈俊杰。当天，只见现身机场的陈俊杰刚露面，便左手插兜，右手举起来和粉丝们打招呼。前来舔人的小可爱心想：既然你都那么热情，那我们也不能丧失迷妹该有的火辣本色。紧接着，大伙便一拥而上。陈俊杰先是收了束花，看到粉丝们手上拿着自己的照片，便自觉地拿起笔与大家边聊边签名，偶尔还收封小情书什么的。果真接地气，是会传染的。我们可爱的小杨子好像也这么可爱豪爽呢。这出了机场，看把我们的秦俊杰高兴的，竟和粉丝互对起了健身的承诺。虽然摄影师不太了解当中隐藏着怎样的小秘密，但还是觉得这种你说我就懂得的对白非常暖心。出了机场大门之后，粉丝一路护送秦俊杰到达座驾之后，这才有秩序的离开。等再次看到秦俊杰的时候，便只见他和助理一行人正准备上车离开。到了深夜之后，秦俊杰的车子停在了一群等待的人身边。下车之后，秦俊杰先是和白衣男子握手拥抱，紧接着便和周围人一一打招呼，随后消失在了镜头中。